我今天准备去把那个鸡子买回来喂起了。鸡子？那天气热的啊，媳妇儿一个生了那么久了，你说是要喂了噻。你不是搞个那个，专门喂卷卷搞么子？卷卷差不多花了10000块钱嘞，监控啊那些工资啊，有的网网啊，又有的卷那些搞起。有时候。你不把那个投资的钱慢慢的挣回来也不行噻。你不管挣还是不挣嘛，是不是？你主要是要去尝试。晓得。你准备买什么样的鸡哦？母鸡嘛，公鸡哦？买母鸡、公鸡都行噻，都买点嘛，是。公鸡少买点。多买点哈，母鸡多买点。一样一半。啷个要一样一半呢？喂。他还在像那个。结婚一样的一个公的配个母的啊？那不行，公鸡多大烦得很。他公鸡过年都喜欢吃公鸡，他说。哦，有道理哈。公鸡多大？那个鸡母每次我们去年那年你记得啦？那个背上的毛，鸡母都是每年要带去广东那儿。你管它有没有毛哦？真的是那个你怕么子？哎，是哦。我认为啊。买个120个鸡公都够了，都很大，不好老扎人。行嘛？啊？也行嘛。嗯。先买嘛，先试嘛，那个看那个。以前他妈你要买了一半的鸡公嘛，那个那匹破一天早上起来都要叫抬起来，哈，一早上只听到鸡公那里喊，很喊，他们天没亮都喊，到时候你看你表叔娘他们在旁边，就是不喊要把他喊醒。哎呀，他们给他买好颜色噻，万一再办50个鸡公，可以去喊，说就喊你表叔他们起床，可以去喊，还天没亮都可以去喊，是不是？多大吵得很那个。啊，先稍微点儿，先把技术搞了的。对，我也是说。养么子鸡子？黑鸡子还是花鸡子？麻鸡子哎，那就花鸡子哦，麻鸡子个头大点儿，那个就像我们那黄的那种，就是你看我那个有7-8斤。黑鸡子个头小点儿，它就是5-6斤最大，长得。他们说黑鸡子好吃些的嘛？那肯定是哦，个子细细的，还是好吃些，所以。啊？是羊的。是羊啊？那你得喂麻鸡子嘛？喂黑鸡子。黑鸡子啊？它是羊的嘛？喂黑鸡子。它麻鸡子是7-8斤的，我那个麻鸡子是7-8斤的。一样喂点儿，当真就要得。一样喂点嘛。嗯。反正我今天去看他去看了的。嗯。黑鸡子一个可能有3斤左右的，他没得那么小的。三斤合适啊。大的个5斤6斤那样子，你去买那么大干么子？买3斤的合适。鸡蛋要射成，我买回来。他因为他们最开始喂的饲料噻。我买回来是喂包谷子，他又是满处跑。那它是那个是道理。它长得又没那么快。每次在他买的买的鸡子回来，就是要他把他的乳掉完了，重新长乳，这是正常。知道不？他饲料乳他受伤噻，没了噻，重新长那个国内养的那几那盒乳噻。我们每次都是啊，我买回来丢了就是喂包谷子，他慢慢吸收啊。我们买那一批黑鸡子到现在清理。走嘛。走吧。去买吧啦。爸爸去不？好，我也喂的。你去不？去不？他也走，那走嘛，走好嘛，走嘛。你把那个给我带一起，那熏人了那些。那是臭。这香啊。你是什么肉？抽风机啊，要吃肉要付出代价的。你那个鸡母鸡公啷个热闹活，都是那么高的管子。鸡母少。鸡母少啊？那个是鸡母嘛？磨板2块钱噻，他肯定那个有点这个磨板2块钱，有点歪磨板2块钱。哦，有点歪是吧？看不到啊。哦，歪。哇，得了啊！你个一片黑压压的，说脑壳管子是红的，全部黑的是吗？我说认不到的吧？你哪里人呢？那个老头儿，
那个他们认到那个呢？你那个？就很少啊，金木。你搞那么多公鸡干么子？那公鸡不得了喂，那个黑死了。我还是准备。啊。那个鸡，我几乎看到哈，那里不是金木，那个是金木。那个金木。金木噻，那个是金木噻，那个儿，那里有个是金木噻。金木少是。嗯，他那么大那个人了噻，公鸡它有那个毛都不一样，那个是金木。待会儿找个筐子来啄点嘛。啊。好的，啄好的，有好的几步啄好的是啊。不是，那种人那么多，你钓也钓得嘛。啊，先啄好的，有好的就算好多啊。那个不是几步，管子长家伙，不认识不认识，鸡公哈。啊。鸡公管子是长的，你看得看到？不是的，你看它长大看了，好多长睫毛了，红毛，懂不？哎。你今年都是看那个红毛毛挂了，好多是公鸡啊。哎。你看几亩地上都买红毛毛的嘛，那个都是个鸡公，管子那个大。嗯。像那好的小桥的，就是鸡母儿。那鸡母的要等十天半月，全部黑鸡母。十天半月有鸡母啊？嗯。哪来的啊？但是我一般没弄啊，我一般鸡母那样要的少啊，不会那么高。他说我们这里人他喜欢吃鸡公。对对嘛，我们是喜欢吃鸡公啊，只是外头的人喜欢吃。对，外头的人喜欢吃鸡母，他不喜欢吃鸡公。所以我喂鸡母的，因为黑鸡母的原因上的，他个子不大嘛。嗯、他只长那个五六斤嘛，别个他喜欢吃嘛，那么大。你妈麻鸡母一挖八九斤十斤了，他们有些，他那个麻鸡嘛，那就是。嗯，我买麻鸡母嘛，八九斤十斤的。有十斤了，十斤。大很大，所以我要买黑鸡子。一般都只要五六斤。哎，五六斤噻，他买就合适噻，一杀那都三四斤，他说。最大只长七斤多的。嗯嗯，这好，又好吃，是吧？黑鸡母又香。这我们的这还是。吃鸡公的人还是多些。我们这吃鸡公的人多。外头的人。外头吃鸡公少，所以他吃鸡母的老母鸡娃是不？老母鸡。嗯。那等点那个。等他等个十来天了。十来天半个月那么样子。啷个？你是把那胚拆出来了，上个斤了？我那把那个鸡公拆。哎，把它拆一下，拆出来，那是一下。我们那边卖的话，就是先卖鸡公噻，鸡母鸡母一卖了，啥子鸡母啥子这个拆。哦，好啷个的？那你不是到时候越来越大的啊，鸡子？那个鸡子长得慢。长得慢了。土鸡型的长得慢。哦，土鸡型的。哦。那个本来都是土鸡型的，我那个鸡子是两个多月的，你看这么大。哦，两个多月的。一般鸡子是。乳鸡的话，你想那个到两个多月的话，其实现在来说是五斤多了。嗯。是的。那个才三斤多。那个脚脚好小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你看那个鸡子脚脚也是纯黑的咯。黢黑的，然后的都是草鸡那种的哈。嗯。就是要那种鸡的，是。土鸡。湘西嘛哈。土鸡型的。嗯。有的就是活活活的来。要得。嗯。我发现个问题。我早就看到你那个鸡子嘴巴那么嘴巴是通过裂起的哦。啊？是个歪嘴儿。哎，歪嘴儿，他啷个吃东西啊？那还不是长那么大胆的哈？稀奇大怪的，真是。嗯，他从小的时候是好噻。这个人要有点残缺噻哈。嗯，个别。嘴巴是个全部搓起哒噻。嗯。那全部搓起啷个吃东西？那得等那个嘛，等十来天。嗯，你等一个十来天半个月嘛。那你那个噻，你到时候你大婶打电话跟他噻。你打电话给我啥子事儿？嗯。鸡子一般喂么子药吧，大婶儿？我们一鸡子一般不喂药，不喂药。你们那些一般都喂药，我们都是预防药全部喂好了的。哦，嗯，那一般没事情，一般没问题。嗯，你再说我那个那么多的话，你不把预防搞好，那种搞是吧？哎，风险太大了嘛。是的。嗯，药是小事。但是又没得不懂的，你点儿给我说哟。嗯，还没问题。你一个鸡子打针了，像那样子，我们打了三次啊，个人打。打了三次啊？嗯。哦。打疫苗啊？疫苗哈。嗯。还有喂水的，加上喂水的还有几遍。啊，但是我那个啷个搞水液的噻，到这儿。我那就有个水龙头。水龙头就给它开一块块地，这个么子接起，是吧？它不大行喽，反正还是搞个么子盆儿，它个人个喝水那种。嗯。喝没它个人发现流，没来往上流那种。嗯。嗯。你有来好的没有？哥，我那个自动饮水来不喝嘛，你那个。哎，自动饮水来不喝。自动的。我那是自动饮水的嘛。自动饮水，但是你那个自来水搞上接起，它不来喝，它压力大的嘛。我少开点啥？你少开点，但是它喝不赢的时候，它还是有压力的嘛。哎，对对对。